漂亮的月色有没有看到？今天是满月，15号，今天是15号满月，而且今天是月全食。现在月全食都已经露出来了，露出来一段时间了。这次整个满月都跑出来了。好漂亮的月色，很美的月色。另外有一个旁边亮亮黄黄的那个是街灯啊，漂亮的街灯，这是月色很漂亮。这里是台南的水交社，盖满了大楼。水交社从化区很漂亮，现在都是高级社区呢。这边房子，这边房子不便宜啊。OK，到这边。啪啪。